有送粉丝灯牌的宝子们，帮尼克送一波粉丝灯牌啊！对，左上角有一个福袋，大家别忘了点一下。30万落地的有没有？30万落地肯定有啊！像我们的 XEL 还有我们的发现运动30多都是可以落地的啊！不知道这台卫士的小74.8的，我就说这台是74.8的啊。是我们的 2.0T 的双增压发动机，就是跟我们那一款软顶的是一模一样 的，只不过这台车是硬顶的，他们这台车不需要加装40000多的款配置了啊，就是普通售啊，揽月都看不到现车，我们展厅有一台 HST 现车啊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私信后台订一下 HST 110多万那一款啊，狗子是啥，就是我的宝子啊，狗子就是我的宝子啊，他们更喜欢我喊他们狗子。来，我们来看这款车型啊，它这款车英杰利 2.0T 双增压发动机啊，全能驱动的，这款车目前是带有空气悬架的 2.0T 的高配啊，这台是 2.0T 的高配，跟我们那台厂就是软顶的那款90的卫士被卖的那台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台是硬顶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宝子们一定要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，极光也要有几款，极光也要都有现车，你可以私信后台预定一下，所有的现车版本都有啊，所有现车都有啊。来，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我们这一款卫士90，我们来看轮毂吧啊。走，我们尽快，马上到2点了啊。是的。来，我们来看轮毂，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，我们2点就要下播了，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啊。来，方老师，这款轮毂我们全跟方老师都惊讶到了，为什么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款外观是叫什么？艾格风辉啊。这款外观叫艾格风辉的，是一款非常硬派的一款男生都应该都喜欢的车型啊。男生的大玩具，对，这款颜色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加上了我们的这个黑色悬浮车顶，嗯，然后又用我们的哑光气贝莱利轮胎，贝莱啥？这个五节也特别好，贝莱利轮胎啊，它这款轮胎轮毂很大，也是我们的，我看多20寸的，它这个轮毂是20寸的，然后主要好看在于它是我们的，对，磨砂质感的，现在全展厅只有这台是磨砂质感的吧？对，就这一台。只有这一台是我们的磨砂质感的啊，非常的硬派啊，非常适合男生喜欢的风格。来，极光 L 有几款？那款是不是极光 L？ 是极光 L， 现车啊，现车啊，有现车了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啊，或者给我们后台私信留言，我们让销售顾问可以给大家一一对接啊，然后这款轮毂，大家刚方老师跟大家说了，硬气硬派男生应该都拥有的一款车型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轮毂用的是我们的磨砂质感的轮毂。也是钻石切割的，然后用的是我们的银色的卡钳，大家可以把卡钳喷成黑色，我觉得可能会更帅一点啊。是的，可以喷成黑色的啊，大家再点点赞点点关注啊，再点点赞点点关注，还没有点赞点关注的再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、啊、你今天的衣服跟它好配哦。对，这款灰色真的很好看，实物更好看，嗯，大家从直播间看其实也很好看，大家如果来实物来看肯定非常的帅气啊。后面拍拍轮毂已经是后面拍了啊，大家没有想看主驾驶的宝子吗？有没有想看主驾驶的宝子们？想看主驾驶的狗子们，再帮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想感谢灯牌，感谢松狮的灯牌哦。刚我在前面，现在你们让我到后面，然后又让我去前面。等一下，要不给我们众筹一个360度的那个轨道吧？轨道是的，循环的这样摇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抽不中了，烦死了，都怪方老师。我等一下，我发个福袋啊！我摄影师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！谢谢大家送来粉丝灯牌啊、嗯！主播抖音号在榜一啊！主播抖音号在榜一，我要切抢，我要再抢。哎，你穿这个也很好看，白色，白色在我们那个办公室那边，办公室桌子上。大家把我们的福袋点一点哦，福袋点一点。抢了三次福袋，那你再多抢一次啊、哦！下一次肯定是你。立刻中了几次？我就中了一次，再也中不了了。方老师，我是运气王，之后再也中不了了。一次可以了，我一次都没中过。主驾驶啊，拿着去。来，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我们再点一波关注啊，再点一波关注。大家都抢抢福袋，没有抢福袋的宝子们都抢抢福袋啊。是啊，抢福袋免费的啊，各位不要错过啊，不抢白不抢啊。等一下，我们会看后排空间的。还想看轮毂啊？轮毂的时间今天已经到此结束了啊！你们等一下，期待下一辆的轮毂。对，你们可以看下一场直播啊！方老师来点福利，我们来看主驾驶啊！我们来看看主驾驶都有什么啊？副驾驶吧，看副驾驶啊。卫士90的副驾驶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在上不上去？
好，你先这样跟大家说一下，就这样给大家看一下看后排啊。对，想看的朋友不要错过了。来，我们来看这台车的有内饰都有哪些啊？想进去出差啊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卫士90的内饰。来看我们这台卫士90这款车型。好的。卫士90这款车型，然后我们这款车型是我们的现车啊，70多 W 的2.0T 的，然后外观用的是我们爱格峰会的外观，加上了我们的黑色悬浮车顶啊，然后内饰也选配了我们黑檀木的内饰。其实整体的外观颜色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的好看。主播是榜一，对，主播是榜一啊，大家可以给我们店点点关注啊。我们店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啊，长春街48号，安徽永达捷豹路4S店中心啊，安徽永达捷豹路4S店中心。大家如果有想要买捷豹路虎的宝子们，一定要给妮可先从后台私信留言，点一波关注啊，点一波关注。嗯，来，大家快帮妮可。可以。他们穿的多好看，嗯。这次直播到几点？2点钟。等一下，我们进去啊！我记得这个 HDJK 是喜欢让妮可进去播的。我们纯纯的中国人，别说小。妮可酒驾打了吗？妮可肯定打了酒驾了呀。这问的都是啥问题啊？对啊，妮可肯定打酒驾。来，大家帮妮可点一波关注啊！点一波关注了。我们把关注点点，我们就进去啊！来，现在在900多个宝子们，再帮妮可点一波关注啊！再点一波关注，妮可表情都变了，是领导来了，是领导来了，别讲了啊！杰西卡，杰西卡是谁？我们不说韩国的东西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中国人啊，嗯，中国人。大家再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现在1000多个宝子们，再帮妮可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我们从头发到尾的体谅一下。是的，我们不在于多，我们那咋办？给你们拖地。啊，谢谢蒋经理，蒋经理，好害怕，这个节奏太快了。宝子不是帖子吗？宝子帖子都可以，你们喜欢什么我们就喊什么。这个为什么还喊你罗宾啊？罗宾又有什么？妮可罗宾我不知道。来，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，现在1200多个宝子，每次下播给我搞这出，截一下图，每一次下播都要给我搞这出。福袋还有1分钟啊，大家点一点，免费的福袋，不要嫌我们的福袋小，礼轻情意重，而且从开播我们会一直发到下播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我们数量多，大家不用担心啊，我们数量多。等我们以后有钱了，我们就给大家。还有叫朱丽叶的，对，是有朱丽叶的啊。毕竟我们现在实力不允许。来，大家帮妮可再继续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！再看一下龙骨是不是好的呀？再帮妮可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手机变形，我们点播关注，我们进去坐，我坐黄老师，点播关注啊！快，大家帮妮可再点点关注啊！不点关注，进去坐，我怕你下不了播。真的吗？大家再帮我们点点关注，稍微坐上去看看空间，你给他们坐上去看看空间吧。我们就在这下播吧，不然你用看主驾驶是不是？就看一下主驾驶了啊！手机后面不是电影票，是手机壳。哎。妈呀！哎呀，这内卫士的这个内饰就是不一样，一坐上去感觉好硬汉啊！我又没中。最后给大家发一个喽，最后的福袋的给大家发一个。你俩谁身材好？你说这边身材都很好，不管男的女的。今天不坐后排了，大家等会看蛋黄吗？让蛋黄上后排啊！大家再给我们点点关注啊！大家现在希望妮可，希望大家就是帮妮可最后下播前再帮妮可点一波关注啊！再帮妮可点一波关注好不好？现在900多个宝子们还没有点关注的宝子们，帮妮可点一波关注啊！点一波赞，点一波关注啊！我们是安徽永达捷豹路4S店中心的啊！安徽永达捷豹路4S店中心，这么快，我人麻了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刚刚不是有朋友说想进去吗？进去跟大家告个别，然后下一场直播我们再见。下一场蛋黄估计是2点半会播。快乐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。哎，跟大家说，刚刚我们的区域的一个领导过来，然后妮可说你出差啊，尴尬呀，好尴尬呀，他是出差呀，没说错，他帮他拎行李嘛。好了，感谢大家这么2个小时一直都在陪着我们直播。
非常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直播。我们等一下两点半还有一场，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播蛋黄，左上角还有个福袋，我们一起点一点。等这个福袋看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跟直播间的兄弟们说，不要打一些这种违禁词，我们后台有运营，他会可能会把你拉黑的。对，大家帮尼克点点关注啊，还没有点关注的帮尼克点点关注啊。朗逸没有，我们是捷豹路虎。尼克在榜一啊，你们帮尼克也点点啊。对的，感谢我们各位给我们点的关注。好了，今天不会不让你下播了，人气再降下去。是的，感谢风的回忆关注了我们的主播。现在还有2-3分钟的时间，大家都抢抢福袋啊！600多个宝子们再帮尼克抢一波福袋啊！没有抢福袋，大家都要抢抢福袋啊！大黄也和我一样是狗子吗？大黄是谁啊？蛋黄。蛋黄可不是狗。那你等一下，你跟他交流，你跟他交流。和我一样是狗子。你们是他的谁？对，你们到时候你看蛋黄直播的时候，你去问他你是他的谁。几点下播？2点下播，没点关注就赶紧点关注。现在刷到是缘分，等一下就我翘班打疫苗了。好的呀，大家快点点关注啊！600多个宝子们，再帮我们点点关注啊！尼克在榜二，帮尼克也点点啊！新款揽胜什么时候到店啊？那估计得早，但是现在接受预定了啊！我们现在预售了，看看谁能成为我们第一个揽胜拥有者啊！现在目前还没有人订揽胜啊！好想知道，到时候交车一试，到时候交车一试，我要去旁边看热闹。哎，那个车真的是好看，各位兄弟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主页的第一个作品，就是新揽胜，真的好看。下场是周宝子吗？对的，喜欢周宝子的不要错过了。周宝子现在被我们拉过来做摄影师了。没有福袋，左上角有福袋，在我们的左上角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路虎最便宜的落地20多个 W， 去看我们的发现运动。经济实惠，非常的 nice。500多个宝子们，再帮我们点点关注啊！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就要下播了。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，关注点一点。明天还播啊？对，每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2点是妮可的专场，下午的2点半到我们的3点半。是我们的蛋黄专场，大家不要错过。关注我们双倍的快乐，两个主播带你一起上高速。我希望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啊！现在600多个宝子们还没有给我们点关注的，帮我们点点关注啊！不要浪费啊！不要浪费啊！大家不要吝啬，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关注，好不好？点点点点啊！对的，点点，跟各位铁宝们报告一下，我们的福袋还有倒计时30秒的时间，如果现在没有点的话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可以点一下我们的福袋，再点一下我们的关注。宝蓝也是好车，只要你喜欢的话，只要你喜欢什么车都是好车，好吧？凤老师说的班都不想上，为啥？怎么上人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最后一分钟了，各位兄弟们，珍惜最后一分钟和我们相聚的时光。哎，我中。不错，虽然只中了7个，我满足了。大家700多个宝子们，快帮尼克点点关注，尼克在榜一啊，帮尼克点点啊。极光有限车，如果你是安徽省合肥市的话，来现提，优惠给你放到最低。感谢冰送出的小星星。感谢各位的相伴，我们等一下要关了，福建的不行哦，太远了，你过来也不方便。我们只能说安徽省内啊，大家快点点关注嘛，我们就要下播。妮可起立，下次推荐我们主播起立，下次推荐来宝美女，什么叫来宝？宝来，我不知道你这个人在纠结。来宝来吧，大家快点给我们点一波关注，快帮我们点一波关注了，快！快点一波关注，我们要下播了啊！2点了，
两点了，我们真的要下播了，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福利了，明天再来吧，或者你们等我两点半的时候再看蛋黄直播吧啊。大家两点半期待蛋黄的直播，大家现在迅速帮尼克点一波关注啊，超哥私信后台啊，私信后台超哥，私信后台，私信后台啊。没有给榜一点关注的，给榜一也点点关注。我们下吧，我们最后只给大家30秒的时间啊。什么直播间啊？卖捷豹路虎的直播间啊？卖捷豹路虎的直播间，福利福利，没有福利了，明天再来吧啊，明天再来，大家快点点关注，现在需要大家给我点关注了啊。是不是现在没有人点？每次下播前都这样，是没有人点，都是刷福利。对，没有人点，没有人点，我们就直接关了啊。大家既然不想点关注，我们就直接关了啊。关不关？关了，关了。那我们不会跟大家说再见吧，拜拜，大家明天中午见啊。嗯，拜拜。